早上好，今天我们学习第四课，这个工作是他帮我介绍的。我们先来看热身，请大家看书上25页。You can pause here to practice. Okay. A, 他在做什么？很好，他在看书。B, 他们在做什么？他们在工作。C, 这个小孩在什么时候？很好，生日。D, 这是什么？电话。E, 他有两个儿子。很好，两个儿子。F, 这是什么时候？对了，晚上。OK, 我读，你读。生日，生日，晚上，晚上，两个儿子，两个儿子，电话，电话，看书，看书，工作，工作，我们一个个看。这是生日，小猴子怎么样？他说今天我生日。我们说什么？对了，生日快乐。第二个，晚上，这是晚上，对吗？晚上我们吃晚饭，晚上吃晚饭。我们还可以说晚上好。两个儿子，你看，这是两个儿子，他有两个儿子，他的儿子怎么样？可爱吗？他的两个儿子很可爱。电话，这是电话，电话还有什么？这是电话号码，你的电话号码是多少？我的电话号码是132675590854，电话号码。你的呢？他在做什么？对，打电话，也可以说他在接电话。你打电话给我，我接你的电话。再来，你打电话给我，我接你的电话。下一个，看书，他在看书，他呢，也在看书，他喜欢看书，在哪儿看书？在学校看书。最后一个，工作，他在工作，他也在工作，他的工作是，对，介绍工作。在哪儿工作？在中国工作。他怎么工作怎么样？很忙，所以工作很忙。好了，我读，你读。生日，今天我生日。生日快乐。晚上，晚上吃晚饭。晚上好。两个儿子，他有两个儿子。他的两个儿子很可爱。电话，电话号码，打电话，接电话，看书，喜欢看书，在学校看书。
工作，介绍工作，在中国工作，工作很忙。看第一个语法，是什么什么的，比如说，这本书是谁买的？对了，这本书是我买的。这个汉字是谁写的？是我，所以这个汉字是张老师写的。再来看，昨天的晚饭是谁做的？我的妈妈，所以怎么说？是妈妈做的。昨天晚上的电话是谁打的？我朋友，怎么说？是我朋友打的。所以你看，这本书是我买的，晚饭是我妈妈做的，电话是谁打的？这本书、晚饭、电话是什么？是什么东西？是，或者，还有我妈妈、我、谁、买、做、打，动词。这本书不是我买的。我也可以说，晚饭不是我妈妈做的。还有呢，电话不是我朋友打的。所以这里也可以说是或者不是。什么东西是或者不是谁做的。Emphasize. The people do something.OK, 我们来看这个字是什么？对了，给。给，这是什么？口，对了。给，给什么？给钱，还有给礼物，对吗？送给我礼物。给爷爷一个礼物，也可以说送给爷爷一个礼物。还有呢，给你这本书，请给我10块钱。还有呢，这是送给你的。他给什么？对，给心，所以给你小心心，给心。我们来听。课文一，在教室。Text 1. In the classroom. 生日快乐，这是送给你的。是什么？是一本书吗？对，这本书是我写的。太谢谢你了。第一题，谁生日？男的还是女的？对了，男的，对吗？因为女的说生日快乐。第二个问题，生日礼物是什么？很好，一本书。这本书是谁写的？是男的还是女的？对，是女的。她说，对，这本书是我写的。所以她说，太谢谢你了。好了，我们再听一遍。课文一，在教室。Text 1. In the classroom. 生日快乐，这是送给你的。是什么？是一本书吗？对，这本书是我写的。太谢谢你了。来，我是 A, 你是 B。生日快乐，这是送给你的。对，这本书是我写的。换，你是 A, 我是 B。
三二一，开始。是什么？是一本书吗？太谢谢你了。你是女的，怎么说？今天是男的，或者今天是朋友的生日，我送给他一本书，这本书是我写的。很好，我们来看这是什么字。接，接的这个是什么字？女。对了，接的这边有女字啊。接，接什么呢？你看他们在接人，对吗？在机场接人，或者接朋友。我要去接朋友。他在做什么？接电话。他在接电话呢。我们再来听一段对话，回答这几个问题。对话的两个人是什么关系？第二题。第三题。第四题。我们来听。课文二，在家里。 Text 2 At home。 早上有你一个电话。电话是谁打的？不知道，是儿子接的。好，晚上我问一下儿子。再听一遍。 New words。 课文二，在家里。Text 2. At home. 早上有你一个电话。电话是谁打的？不知道，是儿子接的。好，晚上我问一下儿子。对话的两个人是什么关系？是，他说是儿子接的，所以是丈夫和妻子，对吗？电话是谁打的？知道吗？不知道。第三，谁接的电话？儿子接的电话。第四，男的想问儿子什么？对，他想问是谁打的电话，对吗？我们来看一下。我读，你读。早上有你一个电话。电话是谁打的？不知道，是儿子接的。好，晚上我问一下儿子。第二个语法，我们下一次再说，下课，再见。